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是那个，就是，哎，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是那个，对，我是那个。是那个，我之前看过你拍的那个片儿。阿姨呀。啊，你以前还拍过的片儿呢？我什么时候拍过片儿啊？没意思，行行行，我知道。姑娘，你在这干啥呢？我等我男朋友呢。哦，好，处了多久了？三四天吧。那你讨厌他打呼噜吗？他不打呼噜呀，不打呼噜呀。才三四天呢，嗯，三四天就知道不打呼噜了。姑娘，为什么你以前的男朋友也都不打呼噜呢？我以前男朋友都打呼噜，都打呼噜。哦、啊，都。都，爷，你老伴儿呢？我老伴儿早就没了。老伴儿没了还这么高兴吗？孩子，你不懂，知道我这个头发怎么掉的吗？秃了咋是？以前呢，我头发和你一样多。等我结了婚之后，我俩每次吵架，他都揪我头发。孩子，看这样子啊，你结婚之后头发不一定有我多呢啊。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你也经常揪他头发呢？我不揪他头发，我揪他鼻毛。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。我能抱抱他吗？可以抱抱你吗？哎呀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让一个小姑娘抱肯定不行啊，坚决不行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